先看一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的5883，这来自波兰的队伍，6354，好5823，他们两个红队的三个机器人分工明确。再看我们这边的蓝队，蓝队也一样，蓝队的7047。7047，哇哦，蓝队成功拿着一个，蓝队和红队争夺这边天平的所有权。看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的5839成功放置的能量块，这边蓝队也在努力的争夺天平所有权。他们这边的蓝队的6970在放置他的能量块，这边红队的5883，好，这边蓝队，哇哦，在争夺天平所有权，现在的跷跷牌的所有权，所以红队现在比分是166-110。再看我们的红队的5839放置能量块，还有红队的6354，再加紧能块，这边的红队的5883，看到蓝队。的7047，哇哦，7047护着他的能量块，蓝队的6970再放置能量块，哦，6970成功放置一个能量块，看一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的6354再巩固他的拥有权，这边红队的5839再放置最后能量块，最后的。还没到最后30秒，看一下我们的蓝队6970再放置第二能快，蓝队的7047在队伍留在最后的30秒，看各队的表现。好，我们的红队的5833成功的爬升。再看我们这边的蓝队的6970，哇哦，6970这边的69，哇哦，我们的这边的红队的6354碰到了跷跷板。看看我们最后的10秒钟，各联盟的表现。现在是7047和6970，看看6970能不能成功的爬升。哇哦，比赛结束。看一下我们的本场比赛的得分，